哎嘿阿兰鸡，阿兰鸡嘿哎呀啊阿兰鸡，老李公公公公公公阿公妈该哎外公。新的一年什么最重要？你最想了解是不是你的感情运？还有 money money money， 还有财运啊！但是呢，哎滴到好多员工哎，哇你好顺啊！啊今天好啊啊！但是哦，阎王阿兰鸡不讲这个，开比利斯阿兰鸡外公，你哪里最不顺？哪里最衰啊？虽然这样子啊好像不是很好，但是其实阿兰鸡啊是有我的用意的，我早早跟你讲你就可以去预防，预防胜于什么治疗，这样子的话呢就可能比较顺利点啦。首先先讲爱情运啊， number one最救力无数的就是马了，从马街来冲太岁，冲冲冲冲冲啊！哎呦，冲太岁冲到很烦啊！你一烦恼，心情不好啊，你就发泄啊，给你的另外一半，你的另外一半跟你又没有沟通到的话呢，不是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了咯啊！结婚了的呢啊，可能啊，婚姻生活比较平淡。平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人家给你一点点刺激啊，哇，很新鲜哦，很新鲜哦，啊，这样子你就惨了啦，不要贪新鲜，告诉自己，我爱我的家啊。当然那些单身嘛，哎呀，不要想这样多啊，你们先好好养好自己啦哈，相信阿兰鸡啊，明年才来拍拖 ，OK？ 啊，用没用呢？啊，老人家都讲了嘛，一夕当三灾啊，如果你已经很稳定了啊，打算结婚啊，不是去结婚喽哈、啊，可以顺便挡掉这个离合灾啊。阿兰鸡建议你去报名这个泰拳课啊，打太极什么鬼都好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你很烦，很容易啊，把另外一半当出气筒，要出气啊。不要出去在另外一半去打沙包，真的是啊，吵高怎么办啊？吵啊吵啊吵啊吵！哎呀，记得啊，你累你累你累，沟通沟通沟通啊，不然啊，真的是阎王哦，人家就会趁机会啊来安慰你的爱人了咯。Number two 啊，被本命年冲击的老鼠，哎呦，跟你们讲啊，你们很极端啊，真的是坐跷跷板啊，要就 get 分，冇诶 get 分冇 get 就分手啊！如果你已经 get 分了的嘞。哎呀，你自己要小心啊！那些什么蓝颜知己、红颜知己啊，演一点，演一点。单身的话呢，啊，有机会拍拖啊，有机会拍拖。可是啊，多数都是镜花水月、桃花，你有办法走久啊？阎王吗？阎王，用没用呢？不要分就结婚啊！现在呢啊，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，就注意自己的情绪 ，OK？ 啊，再来的话呢啊，跟我唱一首歌，啊，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。再来就是啊啊，单身鼠们啊，哎，恭喜你们真的是怕头了啊啊！低调低调低调，不要自晒恩爱放在 Facebook 啊，因为啊你晒晒下。可是你的感情就蒸发了啊，就阎王哦，分手了啊。Number three 啊，好多 bad 的兔仔嘞，必打讲到兔仔闹出你嘞，今天好好哦，好哦，但是又唔好了，做嘛该嘞啊？爱讲好诶，迄感情好闷天嘞，哎，做得开发，做得结婚啊，但是已经结婚还有单身的唔咩好好啦，做嘛该嘞？哎，你看看伢在迄嘛该，伢在迄桃花，你的手啊已经有桃花了啊，已经结婚的人就不要去看那些。墙外桃花啊，单身的嘞啊，阿兰知道你讲梦去啊，梦去马街，梦去马街去拍拖啊，等到明年再来拍拖啊。而用没用嘞啊，已经结婚了的人啊，如果遇到那种又怎么可以去嘟嘟啊，你跟他讲，哎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莲子沙爹呀啊，还有啊，你看到些人啊。你不要啊，什么都叫你宝贝 ，I meet you 啊 ，meet 来 meet 去啊，最后你就 meet 掉你的老婆跟老公了啦啊！单身的 Lebit 啊啊，要记得一个东西，你很容易有烂桃花，所以遇到不喜欢的人啊，跟阿兰姐学这个客家话，难怪你不要收住收住收很多观音冰，以为很爽啊，最后啊你就自食其果，就阎王哦。还有感情运不顺瓶颈的，他分手一个还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、第六个的吗？啊，最好的永远是最后，没有啊！是阿兰鸡要跟你讲分手了，不要太过伤心，会有更好的。阿兰鸡到你公，新年快乐，好运属于你。